今天我们一行啊，来大鲁山，大鲁山景区。这个大鲁山景区呢，离海洋所有10公里，离这个大拇指大概有20公里。现在我们到景区了。这是大鲁山的这个紫金屋啊，这个紫色的小屋，跟晶体一样。这里有一个叫耕鱼饭酒店啊。咱看一下这个酒店现在营不营业啊？酒店前呢有这么几辆车，今天啊我们檀香荔湾啊10位好邻居一同啊来到大鲁山，咱们先看看这个母亲山啊，爬爬母亲山。这个母亲山的后面呢就应该是大鲁山了啊，只有上这个台子上才能看得到。这边有一个浮雕，什么内容啊，字都看不清楚了啊，叫鹿乳什么冯清啊，鹿乳冯清，讲那么一个故事吧。大家蛮新奇的啊，在观赏。这边呢叫什么字呢？都有讲啊。这个叫什么典故啊？看不到了啊。这个浮雕呢都不太清晰了哦。这一块呢叫什么？什么字也看不清楚了啊。细彩玉清啊。讲的是哪段故事啊？这还有一个啊，这个叫做雍泉月礼啊，这叫什么什么纳米啊，这由于这个金粉的已经掉了，所以看不清楚字。这个能看清啊，叫行雍供母，反正都是母爱文化呀。这个浮雕叫器官寻母，这个浮雕叫做清肠汤药。快登顶了啊，这个浮雕是什么意思啊？叫做怀柔怀橘怡清啊。我们上了多少阶梯也搞不清楚了啊，终于来到了这个最高处。这边有一个这看起来好像是铜雕一样的啊，写的是叫女娲造人啊，是2009年建造的啊。这还是这个金属的呢，瞧瞧，是金属的。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大平台啊，这是绿色的承诺。其实广告牌呢都是2015年以前的吧。然后这边有一些啊铜的这种塑像啊，各代表什么意思？看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一个老头推着母子俩啊，叫做孟母三迁啊，这是讲的是孟子的母亲为了孩子择邻处吧，昔孟母择邻处的意思故事。这边还有一个老黄牛小牛啊，这个呢应该是岳母赤字了啊，岳母给岳飞背上赐了一个精忠报国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啊，岳母赤字。这里有个大石头啊，上面写的大鲁山啊，咱们鲁山市就是来源于这个啊，这个山，我前面这座山啊，就大鲁山，看看像不像一个乳房啊。然后这边是什么意思呢？看看这个铜雕啊，铜塑是什么意思？
剪辫子，讲的是什么呢？叫做结发严冰。哦，这是仿学里的一个故事。这个塑像呢叫化敌娇子，说的是欧阳修的母亲啊怎么教育他的，这么个故事典故吧。四个典故组成了大鲁山啊，怎么四个雕塑群啊，大家想在这个地方大鲁山跟前照个相留个影啊，大家伙在一起啊，这个欣赏啊，这个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化啊，讲的这四个故事啊，讲的那个是结发是东晋啊名将啊陶侃啊，他的母亲呢为了宴请他儿子的宾客啊，把辫子剪掉啊，换来米面什么油啊什么，然后宴请这个宾客吧，后来换来了这个他儿子的大好前程啊。看大鲁山，我给大鲁山来个特写啊，这是大鲁山。大鲁山这个观光小平台上啊，咱往北看啊，这应该是这个乳山口的跨海大桥的一部分啊。如果这个桥看快通了啊，修通以后啊，将大大缩短啊咱们乳山啊到青岛的距离啊，至少得五六十公里吧，多的话可能上百公里呢。具体数据我也不太清楚。我们同行呢有一个孟家的啊，叫孟庆什么名字啊，但名字也叫不上。这个是他看到他的应该是祖家吧，老祖宗家啊，这个先人啊。今天天气不太好啊，咱们站在这个大鲁山这个观景平台这个地方啊，可以看看鲁山景区啊，大鲁山景区啊。这个沙滩今天退潮啊，不退潮的话这个地方海水应该在那头呢。曾经这个地方啊真是非常热闹啊，还有很多国际友人也来此游览。现在感觉这个季节感觉特别的冷清啊。这边有个望远镜啊，你能看到多远啊？看到那个岛上。可以看到岛是吧？岛上人也看得到。哦，海上的鸟也看得到。哎呦，25×100。这是25倍到100倍啊，100倍的话挺大的。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叫美食广场啊，已经用铁丝网拦住了啊，没法通行了。也就是说这些的商家已经不营业了啊。那边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大红帐篷。啊，看这里的啊，这些过去的大餐厅啊都荒了。啊，这里的堤坝呢也被海水啊冲蚀了啊，垮了。看这边的沙滩倒是特别的美啊，这个沙滩颜色呢是发这种黄色的颜色啊，不像那个银滩啊发白色银色的，这是黄色的金色的沙滩吧。这里呢海水看看啊，因为今天啊是阴天啊，也看不出来海有多蓝。这个海水的泡沫很多啊，小贝壳。这个海水的泡沫很多是怎么讲呢？这么好的沙滩啊，看大鲁山，这边大鲁山的跨海大桥啊，在这个景区啊待了两小时，眼看着涨潮了，浪花洁白的浪花水是很清啊，就是泡沫太多。这边还有一些古堡，放大看看。这都是游乐设施啊，过去的，现在都停止营运了。
这边咱们在景区里边走啊，这些是哎呀都是百岁老人的啊照片，这里展览的都是百岁老人，因为这是长寿之乡啊。看哦，这边也有大鲁山长寿老人近照，看都是93的、82、84、93、83、80、84、92、84、85、102，哎呀都是老人，长寿老人。哎，这里看是一个锁，一个索道，哦，都索桥，对，这是应该是拓展用的啊，啊，然后这边，那边一个寺庙嘛，一个塔，寺院啊。从景区出来啊，看这里啊，这个植被啊，这个是什么树啊？这么红的叶子啊，很好看。有机会啊，可以上里面看看去。这是刚出了大鲁山景区这个大门吧，